接下来是节目最后高潮了，因为恭喜建富已经登上卫冕者宝座了嘛。是。这两位刚刚评审长讲的，他们是90.6，当他们在看他们的分数，他绝对没有想到 ending 会是这样。增长表示大家都进步了，但是我们评审还是要投票。我们先请洪老师这一票投给叫挂黄牌的是谁？我把黄牌投给方欣。谢谢老师。方欣姐。徐景春老师，你投给谁？好的，今天依据现场唱功的表现，我会把黄牌投给方欣。2-0。秀兰玛雅老师。我只好忍痛给罗平。2-0。周志平老师。丁小文老师为什么要一直看着周志平老师呢？因为周志平投完的票他就可以不用投。我把黄牌投给方欣。3-1。这票还是要投出来，您投给？这票投给罗平。好，3票方欣，2票罗平，很公平的是方欣必须挂上一张黄牌，谢谢。好，就是虽败犹荣啊。对对对，对啊，是高分落败。对，不管怎么样，大家都很努力在这个舞台上，也希望大家的努力也带给观众朋友的肯定。他们需要你们热情的掌声跟支持，他们更有动力在这个舞台发光发热。也谢谢大家，掌声再给所有的选手，也鼓励一下。也恭喜我们的卫冕者王建富夺回宝座，也恭喜君明保住了你卫冕者的资格。是，大家也说声辛苦了，感谢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，更要谢谢辛苦为难的 No.1 评审团，谢谢老师们，更要谢谢辛苦伴奏的恐慌大乐队，谢谢，更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。你别忘了每个礼拜六的晚间8点锁住民视收看台湾 No.1，台湾 No.1，方欣加油。